哦，绝对爆啊！从昨天来看看你昨天耍脑残。昨天，啊，这画面怎么会？为你们演练一下酒桶单杀的能力。酒桶的一其实可以那个直接撞，所以这场你看他血量920几，其实是可以秒的啊。不过这个没有小兵的，酒桶的 EQ 的伤害是非常高的，所以920几其实可以秒的。这个为你们演练一下单杀，当然呢，现在你单杀这边他只有6等，我8等，不过还是让你们看一下，哎，他怎么不出来啊？还是让你们看一下满血是怎么秒的啊？这阿里不出来，我进去找他。900，普通的角色大概800点是极限伤害，就是加普攻的话，可是因为我是酒桶，嘿，去刚这个凯特琳，嘿嘿，妹子我来喽。他这个血蛮多的，1100多。妹子，你的屁屁，妹子，点燃，妹子，死去。哦，我靠，小兵帮我击杀他。哎，妹子没死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有点惨啊！我们这场还是带一个虚弱好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设备换成点燃啊，比较好捞头。这个。有点惨啊，这个被剪成 VOD 啊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啊，这个有点惨啊。Adagio, summoner. Alright, summoner.Accelerated movement. I concur. 这个有点惨啊。